能盘个80年代的发型去迪士尼玩一天？你让我去这么快乐的地方丢人啊？不丢了，你脸皮厚。我也想当公主啊。整呗，我俩就一个宠粉。到迪士尼了，到处都是小公主，我都不想跟你待在一起。等等，你离我远点，离我远点。刚子，敢动我，刚子！别喊，妈，我走了，没人帮你拍了。丢人得一起丢。这个好玩。那挑战没说非得玩这个吧？你害怕、啊？我会怕，我这发型不能玩。来都来了，你别跑，不得感受一下？别拉，我不去。这玩意儿没有安全带呀。放心，安全的很。这么多次你还怕呢？害怕，不存在。下来你就嘴硬了。咱俩买个雨衣吧。你家东西都没多少水。你不买我买。这都智商税傻才买的。全都穿雨衣了。除了他。谁是傻子？我的发型本来就丑，现在更丑了。你别哭了，自己洗个头吧。咱洗洗完水都没有。我带了呀，就怕你顶不住这个发型，早给你准备好了。这应该是每个女孩子的梦吧。我小时候做梦都想来，没想到这儿来了。大姨，你没发现你和他格格不入吗？你全家都大姨。刚看到我了，我拍你能不能不要欺负老师了？硬着头皮拍，我实在拍不下去了。拍。准备看烟花吗？你干嘛？人太多了，挺丢人的。你还知道丢了？我们俩分开看，你在这边看，我去边扫，好吧？是不是要丢人？高子，穿衣服的高子，兄弟，好兄弟，看，真没办法。这烟花真好看啊！我下次一定穿好看了再来一次。别离我那么近，我害怕，你好像那个鬼。敢不敢去舞蹈房压腿踩胯，边踩边说太简单了，能不能上点难度？我两条腿走路碍着你们了呗，就想看我坐轮椅是吧？整呗，主打就一个宠粉。到舞蹈房了啊，我今天看的是他征服我还是我征服他。有点经验吗？啊，舞蹈是杠杠的。好，那我们先热身一下啊。竖叉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试试看吧，先看一下。嘿。哎，还不错，那简单的就不需要了吧？不需要，直接上难度就行。我也觉得，这才算热身吧。你是认真的还是嘴硬啊？底子好，没难度。那我再用点力。不用力没事，换个有难度的。如你所愿。可以。放弃的，你那个不行就说，我轻点儿。行，没感觉，怎么不行了？你真的没难度的。那这是跟热身一样，加大难度了。太简单了，老师，你给我换个有难度的吧，你看我都到底了。行，那我再给你换个有难度的。等等一下啊，咋了？喝不上了。直接踩定型了。加两块鸭腿砖。你行不行？不行要说啊。哎呀，难度再加一块。这是真的勇士。老师，我用力给你压了啊。老师，等会儿调整一下角度。你是咋的？刚才我快递呢。可以了吧？我压了。让你还嘴硬，老师，这也太简单了，你要不再加点难度？那你等一下，我去准备一下，还得上道具。咱要么走吧？不行，我得征服他。腿都已经不是自己的。这个难度可以了吧？那我再来点，简单。哎，手气。哎，拿去啊！继续。哎，这就结束了。要么我先送结束给你吧，我时间……哎，不用，没事。无中生有，老师你别介意啊。老师你他就嘴硬。快不要把腿放下，放下来了。敢不敢来我家做保洁？这是我家，够乱的。我家还乱七八糟没打扫呢，我还去你家？整呗，主打就一个宠粉，应该就这了吧？你说不能给咱俩卖了吧？应该不能吧？哎，这来了。
啊，我这装备我都带了。费劲吗？费劲。你这比照片还吓人呢。辛苦你们了。啊。我可能要出趟门。你没啥贵重物品吧？没有没有，你们放心收拾吧。啊。真把你当保洁了，真不客气。你转悠啥呀？你动啊！我从哪下手啊？你这根本没从下手，先抽垃圾吧。吃完的外卖也不冷，这都回收的，单独放个袋子里面。哎呦我去！哪都藏着宝藏，一块。啊，这地样子我来收收。为啥呀？给我。那得戴个手套啊。戴了吗？我戴。看姐，电话。靠啊！啊，行。你好，你家里寄快递啊？给人家买的，不能空手上门吧？你啥时候整的呀？真浪费。又没花你钱，真不知道这些垃圾留着为了什么。这垃圾完了，先把屋整理一下。给人寻麻了，先把这块整出来吧。啊，行。干干净净的多好啊！看起来就是舒服啊。焕然一新。哦。直冲天灵盖。哇，集齐了七龙珠，能许愿吗？哎呦，这也太危险了，全线。等我看怎么处理一下。嗯，好干净，刚刚你去洗拖吧。哎，这下干净了，我这要键盘更不用处理了。还没干完呢。啊，还有啥活啊？你刚端出去的脏衣服不得给他洗了？还有这床上你不也得帮忙收拾干净啊？保洁还得干这活啊？得亏是没做饭，不然还得洗碗。还有床和一件衣服没收拾，总算是把衣服叠好了。地方没多大点，收起来没完没了。总算干完了。我要算是没干完，你会不会崩溃？啥呀？你不要处理插线板吗？这些我都给它收起来，我给它换个大，防范意识要提高。看视频的小伙伴们，你们家也是，家人插线板别一个连一个，太危险了，漏电着火都是潜在隐患。你要买个这种大的，插口多一点的。啊，对对对，还有这个灭火器。家里备个灭火器，防患于未然。这得让剪辑放下收拾前的样子。你还要求上啊？走，天龙姑娘干完活就走啊？不走，留着吃饭吧。敢不敢跑一天外卖，并且赚到300块钱？送外卖不都月入过万吗？300块钱不随随便便、啊、整呗，主打就一个冲粉。小兰是注册不了了啊，但是我注册了其他平台。还真要做外卖小哥呢。我劝你要不换一个挑战，送外卖很累的。不换，就这个，来单了，第一单来了，走，4号单，4号单。第一次手忙脚乱，就这一个。照片，照片，拍个照片，差点就忘了。好，电瓶车不能带人啊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啊，我走啊。重财轻友。还得自力更生。你不送在这干嘛？电梯维修，3楼，爬。爬吧，啥倒霉事都能被你遇到。我快点啊，超时了，又是。行不行啊？我好歹是爬过黄山泰山的人，这算啥？我们太，我还得走下去。啊！我键盘搁哪呀？完全不熟悉区域位置。这不网咖吗？电话也打不通。是这吗？你不会跑错了吧？是这儿，地图写的就到这儿了。喂，这从这儿进的？可算联系上了。你这不网咖吗？地形有点复杂。这一路都是地下通道。这还是网吧呢？你厕所吗？越走越奇怪。哪去了？你妈又来单了。这下更着急了。啊！那谁能找得着啊？咋？超时了，白干了。又心疼又好笑。地下室了，轻松。送外卖。地下还是楼梯。没有奇迹。你直接和楼梯有缘，你。我先送外卖呢，我给你个位置，咱等会儿见啊。客户又催了。不是，我叫个上门回收。还是电梯好啊，这都是电梯就好了。你行的挺好的，白一桌梦。哎呦。忘了，你等我送完了，我再给你个新地址啊。这这么多楼梯啊！上海很多老城区6楼就顶楼了，没电梯的。送外卖。你太没道了，你下单要超时了，我给你个新地址，这么快的。这地址咋就写个马路边啊？这么奇怪啊！啊，外卖是我点的啊！你也太能跑了，可算让我抓到你了。跑慢了就白送了。行，那我送外卖去了啊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了那么久，可以让我亲一口你吗？啊！哦、还给他整害羞了。送外卖去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别急啊，到了。车都不要了。
哎，没事啊。没事。你咋了？还把外卖拿下来了？不要了，说漏了。就这么一点也不行啊？不行，整单都赔了。说不出的心酸。这今天第一顿饭。300根本赚不来，累死累活饭都不敢吃。我都说让你换个挑战了，啥感受啊？咱不干不知道，骑手是真不容易，相互理解吧。骑手真的很辛苦，为骑手点赞。我这算劳动果实不？你这算劳动失败的果实。没抢到亚运会花样游泳的门票，你敢不敢挑战一天速成花样游泳给我看？一天，我连游泳都不会，还花样？你看我像花样不？准备，主打就一个冲粉，不就花样吗？不信能有多难？你来泳池泡脚了吗？半小时，你要不要下来啊？我先适应。你下来适应一下。别啊！你别激动，你站直，脚站得到地。我们俩谁请的私教？我给他请的，他要学花样游泳。啊，现在学的什么程度？程度比较能喝。来放松，无深呼吸，下。手松开了，脚是仰八叉，确实能喝。我让你放松，没让你手放开。再来一次。开始继续练习，经过一次又一次尝试，来检验一下成果。成功了，很好，保持。真的浮起来了，保持。这不就学会了吗？简简单单，接下来就学怎么游泳。这水位线都被你喝低了。你把自己想象成运动员要上赛场了，那种兴奋的感觉有了吗？把手机给我。你游泳要手机干嘛？不是你让我激发一下体育精神吗？马上亚运会了，我在知识班里参与了数字火炬传递，本人现在是数字火炬手。对了，预告一下，9月23日亚运开幕式里有我节目，关注。什么节目啊？到时候亚运会主火炬台我来点。吹牛吧你！那你赶紧发扬一下体育精神，一天把花样游泳学会。消息游泳中，在指导下顺利进行。哎，很好，就这样往前游啊。对，没难度，都 easy。开始装啊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把背负拿掉试一下。啊，这就脱了？装不过三秒。教练，你可拉住我啊！放心吧。开始尝试摆脱浮板。来，腿打起来啊！哎，很好。再逐渐松开双手，失败了，又喝了不少水。再来。虽然一次次失败，也一直认真请教小姐。等着，这玩意儿太难了，我能不学了？我觉得你就快学会了，你要不要再坚持一下？运动员最佳的品质就是永不言弃。真的。可以放开手，自己练习成果，好像也算学会了一些。学游泳其实挺难的，花样吧，我会个简单的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大家说这算花样吗？敢不敢穿着晚礼服去景区捡瓶子，并且最后要卖到100块钱？什么搭配？穿着礼服捡瓶子，我这老脸都快丢完了。你还有脸吗？整呗，主打就一个宠粉。到底点了啊，100块钱瓶子，那不有手续？你好像那个逃婚出来捡垃圾的。你知道100块钱瓶子有多少吗？能有多少？能有命啊！我干就干。这玩意儿就搁这旁边呢。看似进行的顺利，怎么样？半天不到，我捡到了。你先别急着高兴，你先看卖了能值多少钱。走，卖完请你吃大餐。还是缺少社会的毒打。这瓶子3块。啊？我这一麻袋呢？一麻袋就这个拆饼袋就5块。拆饼5块，走吧，还差34袋。下一个还得继续奋斗，有空瓶就问问。还有垃圾纸屑，找地方丢掉，找人要瓶子，还有施舍，一下捡几个可开心了。静姐，先吃口东西吧，我都饿了。这能收吗？收的吧。静姐，那有瓶子。
慢点，闪闪发光，剪魔怔了。你这越来越熟了呀，你这是啊，没什么熟味，要命了，剪一天了才29块钱。你不有手就行吗？那起泡了吧。现在知道100块钱难剪了吧？谁知道这瓶子这么便宜啊。走了，别休息了，赶紧起来剪，走了。那起泡了都走。实在找不到瓶子了，干啥都不容易啊。孤言看见个瓶子。慢点，看见他捡瓶子我券儿我都给他。差不多了，12点半了，今天抢人家不少生意了。走走，给我来个霸气的背影。挑战失败，可不是我不想剪哦，主要得给我同行留着。主打一个嘴硬，真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么不容易啊。人都说那收废品住别墅，这咋住啊？能不能用再吓人一点的方式吓 NPC？ 还咋吓呀？红嫁衣都整过了。整呗，主打就一个宠粉。你别太过分啊。对不起 NPC。你好，我们这边就是建议您要不把这个长外套脱了，因为这个主题有追逐的戏份。哦，没事，待会跑起来可能会很热。我不会跑的，我应该。好吧。跑的是别人。咋样？我家行吗？别管，整个小组在这当中叽叽喳喳的。嗯、啊。喂，给你说话呢。你看见我啦？对。你是人是鬼？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。还有意外收获。这啥呀？遥控器啊。不会是开门的吧？一个垫子吧。真开了。有窗必出门，这次我先去下边找。离我这边。坏了吧？对不起，真的没忍住。高子啊，爆装备了，几滴加手一支。这个万能的遥控器，这里面还有一个灯吓人的。别闹别闹别闹，吓人呢！别闹别闹。啊、你吃了没？这 NPC 给我整饿了啊！我这有卫龙。你怎么才来啊？还来那么晚？你上那么皮？还是你谁？我互相都分不清了。我呀。急了！店家提供监控画面。敢不敢去游乐园玩最刺激的五个项目，并且玩的时候不能叫出声音？太过分了你们！整呗，主打就一个宠粉。又来了，第三次了。害怕吗？不害怕，我都坐过了，我怕啥呀？那你倒是放开呀！走啊，别打我，走，别打我，就算是玩过，是看这画面是不害怕呀？我不怕呀，记住不能叫啊。要出发了。还真一声没叫，没发泄出去的口。走，下一个大摆锤，走。看着还是那么吓人。先答应陪他做大摆锤。行了，姐，加油，记住不能叫啊。下面项目一个你也别想跑，那还等啥呀？走吧，下一个项目。啊，我现在腿还软着呢。走，冲就完事儿了。差点干窒息。啊！瞅着都快散架了，咱别坐了吧。你不都坐过吗？你怕啥呀？我上回那晚上坐的，我真是这样，我这打死我都不上去。哎，走吧，你坐。我该面对还得面对，好像送往刑场的路上。
太刺激了，已经给他憋哭了。这最后一个马上就成功了，最简单，刷一下就完事儿了。我还挺怕这个的，你怕吗？瞧你那小胆儿呗！你不怕，你把眼睛睁开呀！睁开就睁开，我怕我就是困的。孩子嘴硬，我就困了。玩这玩意儿不游刃有余吗？一点我都不害怕，其实。记住不能叫啊！不算高的，这不算。死鱼化毒，你叫了。你剪辑一下就完了。从头再来一遍吧，小丹失败了。不想玩了，不玩了。敢不敢找个力气最大的师傅按脚，边按边问师傅是不是在挠痒？我活着是不是影响你们了？还是你们觉得我命比较硬啊？整呗，主打就一个抽粉。还记得你上次哭的样子吗？按脚那有多疼，上回筋膜都刮的。还嘴硬。你好，给我安排个力气最大的师傅。好的，好的，设定一下啊。你看一下这位可以吧？还挺壮的。可以。师傅看着劲就很大，看着重不一定有劲儿。放松。嗯，我挺放松的。啥感觉啊？没感觉啊，师傅你用点力，你这像挠痒痒一样。我用力了啊。啊。哎，有点感觉了。每根脚趾头都在倔强。咋了，天琪？这也太痒痒了，师傅你用点劲，你是在挠痒吗？我用力了啊！师傅，师傅你要换只脚，这只脚太痒了。我听见你一边按去，谁回应？师傅，你这俩劲太痒了。都摁变形了。好，稍等一下，我去拿个毛巾。好吗？要不算了吧。不行，还有一只脚。啊，我就成功了。主打一个真诚。师傅，你长得挺有劲的，怎么一直在挠痒痒啊？眼泪都绷不住了。这么吃力，那你等我一会儿啊。你怎么跟杀猪一样呀？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还痒不？小姑娘真厉害，行，我们结束了啊。后劲还挺大。下地复发，要不要给你搞个轮椅啊？不用，我就是痒的。穿校服去酒吧写作业，然后说别吵了，你们不学习，别人还要学呢。你们这一天天的脑瓜咋想的？生怕我不挨揍啊！整呗，主打就一个宠粉。来呀，找我大侄儿见校服，见老师。你这老黄瓜刷地区装嫩呐？去死！未成年人不能进酒吧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小姐姐，我们这里未成年人。我成年了，我真成年了，小哥。我给你看身份证。您还有这独特的皮卡里面穿？独特的皮卡。How are you? I'm fine.Thank you. OK. 你拿的不是中学的书吗？上面有这个吗？我只会这个。I'm hungry. I'm 想吃 hamburger. 别读了，你换个能写的好吗？你好，需要什么？你好，这道题我不会，可以帮我看看吗？解释你的速度为 x 千米每小时和甲的速度为 1.5 千米 x 每小时，这次的话等于60。真可以啊！六啊！可以了，真给解答完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那句话还没说呢，正事儿差点忘了。喧闹的酒吧，大家都玩得很开心。被印出来了，拍个照片吗？粉丝。我拍个短视频可以发到网上吗？可以啊，谢谢啊，没事。那一桌多少钱？我填了。确定吗？啊，确定。怎么就会3000多？那老板都问你确定了吗？谢谢喝酒挑战变找我了，粉丝都是酒蒙的。敢不敢出个密室系列的连续剧，充会员我都看。那密室有那么好看吗？我去我都害怕。整
宝贝，主打就一个宠粉。听说那密室真的主题贼恐怖。我倒要看看谁才是真正的贞子。记得给人家道歉。小姐姐，我们游戏要开始了哟，这是一个校园题材的恐怖密室哦。恐怖游戏。眼罩可以摘下来了，在这个房间内寻找到通往下一个房间的线索。好。哦，丹霞，丹霞，这真有点吓人啊。等等，等会指定有密室来吓人，你帮我把帘拉上。这是好东西。越发熟练，我先下去等。太坏了吧！等好啊你。咋这么不听话呀？没事啊。你没事吧？监控，监控，监控，监控。这也太狡猾了。好了 NPC 装晕的，这是告诉我玩着玩着又没有 NPC 了。不行，我得找他。你说的点给你们看一下店家提供监控画面。